那你这样最少三遍哦，淡末、中末，然后再浓末，对吧？三遍不止。三遍不止。春夜。我不会画那么长。一夜不是一天吗？它讲究一个什么呢？就是你每一遍加色的时候，都不要重在上一个笔触上面。有没有像寂寞？不然的话就等于废了。它这就是寂寞呀。就寂寞。啊。那它要留出空隙。肯定要，你看每一个笔触之间一定要留出空隙嘛。啊，笔触有空。那第一次打的时候是在注意什么？是注意它的结构还是？第一遍注意结构和大的明暗。然后再加深的时候，就是说注重墨色，它这个灰黑的这个区分。然后你看，再重一点颜色。一般这个就是打在光打不到的地方上，最黑的，就是苔藓。老师，你说每一遍皴的时候都不要加到第一遍的上面，就是不要和上一遍的笔触重合，那等于就废了，对吧？加一点，重一点不要。这样的话，重一点你是避免不了的，参差的，对吧？你说下边都已经画过，你怎么可能一点都不碰它了？对啊，但就是说不要完全把它盖住，这样每一遍都留住上一遍的颜色，这样你画了三遍，别人才能看到有三遍的颜色，对吧？对，哎。所以你留得越好，你的技巧越好，那么别人看到的就是色彩越丰富。对。这个时候就要注意，它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加的。这个时候就要调里边的，这次更重了。相互哎，更重的时候就要调，在这里面你要找到它的每一块的整体的颜色变化。嗯。啊，它有的地方更厚重一点，
有的地方就适当的不涂，不怎么动它。这边一般是点石头与石头之间的这个界。哎，一般都是说，我们说阴暗面，比较多。然后把它的重要的结构把它勾复勾一遍。结构复勾一遍。这边开始染是吧？哎，这个就是大的顺序是这样。嗯。画到三遍以后，是染还是勾，还是说再加重墨，这个顺序就可以随意了。嗯、你根据画面需要。嗯。不是绝对的哈。嗯嗯。还是为了强调这个阴阳啊，老师。不仅是这个，染可以让你一开始的这种层次的比。一六五。
不同方向的。纸还是太深哦，不太好用。有一点。眼睛。你看这样的出来了以后，然后在上面再加一遍重的。嗯，对。跟它不能够完全跟它相等。你都画七个左右吧，我看是七个。七到九都没问题。嗯，七到九。哎，最好。我就学习。画了八个，还少一个。少一根哈。对，我画的不好看。这是跟那些柳叶啊这些都一样，都是练功夫的东西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可以再点一点，让它丰富一下。然后你看，在这上面。点这种一般松树上面点这个，它的起到两个效果，第一个是墨色上画面丰富一点，第二个就是松树点台以后会显得比较苍劲，比较遒劲有力，而且达到一定的那个年龄。嗯，所以在画面中它比起显得它更是老松。哎，对，它起到一个严重的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装饰的效果。其实就这样，就是三五朵练一下，然后你就会发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三五朵组合起来。这种就是克隆就可以了。所以你不要先把摊子铺得过大，只要解决一个小地方，所有的地方一通百通。这个我要讲一下。啊，这个画的不好。要更大的笔，更小的笔。大一点。大一点的，大。这个全结的话，它的第一遍也是先用淡墨在下边勾个圆圈，一定要记住这种圆圈啊，它很讲究，它也是首先一般人来说不会勾整圆，它一般都是勾大半圆，而且不要太圆，最好长一点，然后就是相互之间套组合啊，大小。